居家期间，治愈的阳性感染者要足不出户，尽量做到一人一室，与同住人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如出现发热、咳嗽等不适，要及时报告所在社区。遇到紧急救急的情况呢，要及时报告所在社区。在整个就医过程当中，要落实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，并由属地点对点转送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排查。此外，也提醒各位出舱的市民，要在出舱时、入途中、入户前三个重要环节做好治愈的阳性感染者的物品消毒和个人防护。